暴君率众扰害人，人间积怨何容忍？全因这世魔道行，苍天行。齐心甘与苦共盟，哪吒不怕雷霆真，誓死驱散魔道人，解厄运。孝与义，惊天地，痛爱我不计心和神，等于将这宣誓与分，终再见亦难续恩情，孝义永在心。估唔到你都唱得有两嘴喎，哇！唔知氹到阿纣王陀陀令啦。不过你都唔好咁得戚啊，你再唔速速离去，唔好挂地唔客气啊。冇错啦，我同你讲啊，我阿爸同我讲，就算玩塔都唔好理啲靓女人。哎，讲呢啲真系，其实咧我已经洗心革面噶啦。我今日嚟到呢度，做一个不情之请。哇！讲，喂，你控制住啲情绪啊！你知道你好难揿住你啲情绪噶啦。即系咁。大家都咁熟啦，你睇我可唔可以加入封神榜啊？嗱，封神榜，笑咩？好笑咩？这真是我今年听过最好笑的笑话。点解？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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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离远喺九条街外边都听到有人讲想加入封神榜喎，边位啊？哎呀呀呀呀！你咪阿奇神，系此鸟女妄想加入封神榜。哦，曾经祸国殃民嘅妲己想加入封神榜系嘛？系咯。等我睇下封神榜有冇佢名先，睇下。我装下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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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唔好意思，系冇嘅。哎呀，玩嚟啦！所以咧，妲己，虽然你洗心革面啦，但系而家你想加入封神榜咧，就冇咩可能。不过咁，我可以推荐你哋去另外一个榜。咩榜啊？咩榜啊？就系音乐先锋榜啦。哦，一听就好劲咁咯。我哋作为封神榜里边嘅神，都真系听过噶噃，厉害。哎，我觉得榜主一定好犀利噶啦，系嘛？喂，但系话时话咧，人间啲歌咁少咧，收唔收我噶？收冇问题噶，你识得歌唔多唔紧要，因为今期嚟我是 K 歌王闯关嘅朋友咧，好中意 K 歌，识好多 K 歌，你听下先。哎呀，咁啊，事不宜迟，喳喳林快啲去，我仲未同个凡人同台演唱过。咪住，有样嘢好重要要做嘅，咩啊？嗌下我哋嘅口号，就系 K 歌齐齐唱，奖品任你抢。我哋特别感谢广州勤效英菲尼迪、长信象窝茅台有限公司、广州酷士电子有限公司、广东泰茂食品有限公司、广东朝盛食品实业有限公司、思域国际、嘉吉饲料镇江有限公司、椰贝椰子鸡提供嘅丰厚奖品。特别感谢广州语音坊汽车音响改装为本节目提供价值100,000元嘅冠军大奖。同时要特别多谢阳光视看为本节目提供卡拉 OK K 歌评分系统。多谢晒。事不宜迟啦，马上嚟认识我哋今日嘅第一个闯关组合，有请。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些感慨。多少青春不在，多少情怀已更改，我还拥有你的爱。但我爱舞台，我
江的爱，难忘掉今天的星星喝彩，踏上了舞台，投出拍子来，努力筹得自由的爱，我用诚意换你的爱。哇！欢迎晒，多谢多谢，掌声，多谢掌声，多谢，你好你好。咁啊，请两位首先介绍下自己先啦。各位朋友，我系汪强，我系刘宝如，我哋系王者宝剑，宝剑一出，谁与争锋？哇！宝哥同埋阿强哥，王者宝剑组合啊！哇！我见到咧，阿宝哥同埋强哥咧，呢身造型咧不得了。若果我冇估錯咧，應該係有翻咁上下歷史嘅，可能係大過嚟嘅有啲因為咧依套衫我係八十年代初嗰時候啊，喺東方賓館唱歌嗰時候啊，東方賓館就發俾我嘅。哦，係啊，你睇有 number 噶，即係話有曬東方賓館嗰個 logo。哦，咁啊呢套咧就係呢一個八十年代初嘅。哇，強哥呢套咧好閃，就好閃啊！嗱，你哋又估下呢一套戰衣係？幾十年前我覺得呢個起碼都有成二三十年的歷史了吧？真係有30年的哇！嗰啲港台啊，嗰時人哋著嗰啲衫，我覺得呢件衫幾好啊！我哇畫個樣子出嚟，俾阿師傅幫我訂做。哇！強哥套衫咧，又或者阿寶哥套衫咧，就可以好估啲，即係佢哋嘅呢個年份啊。咁你大家估下阿強哥嘅年紀係幾大啦？嗱，真係咪話古人我比較準啲係嘛？咁咪我三隻眼啊嘛。係你個人都幾古。兩位嚟講，我估應該都有五張嘢。坦幾咧？我覺得佢哋保養得幾好嘅，同我一樣啦嚇。年紀啊，應該同二郎神咁差唔多，四百幾五百咪咧？唔係啦，四十幾五十啦。四十幾呢個五啊幾？嗱，揸我估六啊到啦。最準確邊個啊？最準最準確啦！大牌收上嚟，安神啊！啊真係㗎，真係㗎，六十有一啊！哇，睇唔出啊！現場有姐姐尖叫啊！哇，呢張相靚仔到，哇，呢張相喺後邊啊！哇！嗰張相係當時東方賓館唱歌嗰時，當時我哋嘅舞台咧就係喺中間嘅。哦，呢個係好特別嘅，係啊，呢個係我。哦，呢哇，呢個係好歌嘅。嗰時候咧最流行就阿羅文嘅歌歌。嗯。誒，我唱呢首歌咧叫做《魔變合情》。哦。嗰個唱到最高音，哦，係氣噶嘛。哦，係啊。要揸住個馬嚟唱。揸。我唱呢首歌嘅時候咧。唱爛咧兩條褲噶啦，係哇，成本好貴啊！身體好啊！我咧聲線就比較似嗰個台灣嗰個劉文靜，哦，所以我就唱啲劉文靜啲歌比較多。唱邊首啊？當時啊，當時我記得係一首係阿美阿美啊，強哥。阿美阿美，其實扮假裝，我記得快發狂。今天你要老实讲，我是否有希望？虽然我是个穷光蛋，人又长得不怎么样，但是你要想一想，看看自己的长相。咁啊，就期待阿强哥同埋宝哥咧，喺我哋呢一个闯关当中咧，攞到好成绩，好嘛？好，嗯，好，多谢，多谢，多谢。事不宜迟，马上请上我哋今日嘅第二个闯关组合。被面容，嘴角微微动，却没了想拥吻的冲动。环绕在我的脑海里，你剩下空荡荡的回忆，直到这一秒来临的之前，没想过和你分别不见。
奔跑到可能有你的终点，最后我没有发现对的时间 Sorry 再有请欧阳耀莹 Sorry 再其实我也已经不年少，在你心中我有多重要，期待剧情一直没盼到，指尖上的控制谁知道，就趁着你我的小天地，我已经无法一直等待恨着你，期待这一秒来临的时间，没想我和你分别不见，到底自愿会翻天怀变，最后你没有出现，错的时间 Sorry say Sorry say多謝曬第二個闖關組合 ，Hello Hello， 喂，自我介紹一下先咧。Hello， 大家好，我係鄧智新。Hello， 大家好，我係歐陽耀瑩。口號就係我是歌手，聽歌唔使四圍走。好，歡迎我是歌手組合。咁啊，其實兩位都是我好朋友嚟嘅。咁啊，耀瑩咧就係咪王爭霸出道噶啦。咁阿信咧就幫我哋廣東好多歌手好出名嘅好多大咖們咧就創作過好多好熟悉嘅歌曲。喂，但係咁樣有一樣嘢我係唔知嘅喎。係。我睇完資料先知道。哇！原來阿信係傳説中嘅百萬調音師，即係點啊？你曾經幫一百萬個人調過音？定係你調音要一百萬啊？哇！調音要一百萬越南盾。咁都好多喎，你以為啊？我平時比開嗰啲都係兩百越南盾，係咁樣嘅。咁咧就係從前咧就有一個活動啦。嗯。咁然之後咧呢個活動咧就係要嗰啲消費者要喺嗰度一啲商家活動啦，要買夠一百萬嘅貨品，就可以嚟到我哋呢度去錄一首歌。買咩買一百萬啊？是一些女仔的化妆品，你知道啊，买一百万化妆品，一百万算少的，林林都笑了，他几千年下来啊，他几千万的化妆品，我买一百万我变到林林那么漂亮，跟你说真的很多朋友在阿信度录过音，譬如说关节啦，刘惜君啦，东山少爷啦，汪涵啦，最后一个啊，宋嘉琪啦，哇！唔系，留咗两个，留咗两个，仲有边两个？系啦，就系林林姐同埋向安神，哇！佢哋两个都去得啊！哎呀，真是每况愈下，我哋都俾到一百万化妆品噶，好惨啊真系。喂，但系啱啱嗰只歌都系一只新歌嚟噶，系咪？呢一只新歌叫 Stories End 啦，咁就系我哋广东地区比较少有嘅一种叫 EDM 曲风嘅，哦，电音，电音嚟嘅。好啦，咁啊，仲有啲咩心愿嘅嚟我哋节目？仲有一个心愿就系同阿嘉琪老师好好咁讲声拜拜嘅，拜拜。一嚟到我节目就要同我讲拜拜，我未谂起你要。唔系，系咁样嘅，因为咧，嘉琪老师好忙啊。每一次嚟到我哋录音棚咧，佢录完之后咧，我系唔知佢走咗啊。佢就关门嘅时候讲拜拜，然之后我想出去应佢拜拜嘅时候咧，佢已经行咗 lift 口啦。其实我有原因嘅，因为我就系嗰啲音痴啊，所以录咗之后咧，我自己觉得把声唔好意思啊，我就快快脆脆走嘅时候，喂拜拜咁啊走咗啦。好啦，郑总同你讲一声拜拜，拜拜，暂时去嗰边先，好，拜拜。事不宜迟啦，马上开始我哋今日嘅第一关，越唱越有翻。咁按照呢个出场顺序咧，梗系我哋王者宝剑咧要嚟唱先嘅。啊，两位前辈拣咗一首咩歌喺一阵间呢个环节同大家献唱？一首《独自去偷欢》。哇，华仔，好，交俾强哥，《独自去偷欢》。Yeah。第一组第一关闯关开始，好耶！咁
可以預測自己一百分滿分可以攞到幾多分？起碼都八十分以上啩。嗱，預測係八十分，太謙虛啦，比較謙虛啊！即刻嚟睇睇強哥，亦即係王者寶劍隊，佢哋第一個環節究竟收獲幾多分嚇？下邊即刻嚟公布佢哋嘅分數係。果然是开了个好头的。咁压力呢第一环节就落到去这个我是歌手队的了。咁你们会揀什么来迎战啊？什么歌啊？强哥就独自一个人啦。是啦，咁我们就两个人陪着你走。人多力量大是吧？好，即管来看看第二组他们的演绎啦，交给他们。第二组第一关闯关开始。时间片刻变陈旧，陪着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而爱谁说永不会长寿？来让我一生到白头。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谁说时间永不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嗨，非常之冧嘅一首歌啊，陪着你走吓，咁啊唱得好好嘅，但硬系有啲唔生性嘅第三、第四者咧就系啊，离晒谱啊，我哋助兴嘅，搞到最尾佢啲台风咧变成咗咁嘅，又变咁嘅，陪着你走，有我哋加时咧分数一定好高嘅吓，喂，预测下你哋几多分先？我哋。一百啊！哇，偏虚啊！你系咪当总分系一千啊？即刻嚟撬第二队，佢哋第一关嘅成绩系，哇，系啊，九十二分啊，都几分啊！第一关，王者宝剑组合攞个头彩，获得十秒嘅夺奖时间，而我是歌手组合争紧少少，获得五秒嘅夺奖时间。强哥。宝哥，嗱呢边有三位哎呀神仙，分别有哪吒啦，系不怕海龙王，系啦，坦几啦，系坦到坦到，同埋二郎神不怕海龙王，二郎神我谂咧都系要埋嗰粒钻石先得，二郎神真系收翻粒石系嘛，我翻屋企啦，回家，二郎神，耶。阿信和欧阳耀莹可以在没有坦的坦几啦，同埋冇嘢揸的哪吒啦，都拣一个嘅。你哋系咪有新歌啊？想唔想上音乐先锋榜咧？哇！林林咁靓，唔拣佢。许冠神都靓啊，系啦，你睇你睇我嗰两个手机搭喺度，你好容易噶。我够有啦。喂喂阿妈，嚟啊！猜成寻啊！咁儿戏哇，系咯。三二一，哦哇，好欢迎林林。哎呀，你做法冇有关我啦。既然都有自己的得力助手了，咁就唔好俾佢停了，事不宜迟，即刻去马，开始我哋今日嘅第二关，估到话你叻。请睇题先，请根据前奏估出歌名。诶，呢个简单，呢个简单，可以噶，可以噶啦，系啦，音乐人嚟讲应该简单喎。出名嗰出电视剧，我哋细细个好中意睇噶。
搞清嗰幾個字之外，阿強哥直頭想獲勝唱埋出嚟。先睇前輩呢一組先嚇 ，Ready Do 係呢個係，奉獻，誒，奉獻，我冇打錯字啊，阿莫呢邊。奉献两边都系，即刻嚟睇睇第一题究竟答得啱唔啱啊？请揭晓，两边都答啱，而且系快、很准嘅，所以两边都可以加上十秒嘅抢奖品时间。系啦，今日嚟到咧，我哋估到话你叻，即系必答题嘅最后一题啦。咁我哋就唔用大屏幕公布啦，我哋用真人示范。哪吒先生。哦，交俾哪吒第一句，笑又笑又喊，又笑又喊，瞓觉啦，瞓觉，冧啊呢个冧啊呢个冧，打劈啊呢个系，哦，做咩啊？开乜嘢啊？我知啊，又开啤酒，第一句咁多动作嘅，成段嚟啊嘛，呢个系第一句啊嘛，伤咗，第一句，啊，第一句咁多动作嘅，又喊又剩，啊，第二句，第二句嚟啊，第二句，第二句，哦，又系咁，你快跪，你唔系啊，你唔系瞓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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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睡，唔好，唔系。唔好饮，你唔好饮。今次冇咗个杯子。哦，又唔饮酒，唔好饮，又唔饮水。咁长嘅，第二句，第二句都咁长。系啊，第三句，攞过嚟，攞过嚟，揸，抌佢，揸过嚟，抌，踩，踩，抌完仲要踩。咩啊？咩歌要咁？又抌，抌，踩。啲戏真系一般。第三句冇啦，第三句冇啦，第四句吓，第四句你冇晒裤，你冇脑啊，佢话你唔好谂嘢，你冇脑，你冇脑，你冇脑，你 OK 啦，答题开始，嚟揾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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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诶有头水嗰下系点解做得咁明显？我啲戏好成咁，系啊，嗱老实实啦吓，单凭你啱啱嗰四个动作咧，我系一啲头水都冇。诶，佢嗰边咁快嘅？喂，企哥我好难，我又要扮要戏，我要，好嘅攞啦，好嘅攞。你又揸又劈又抌又踩。你有冇？两个攞起身系啦，系啦，有冇？好。啊！哎呀，我啱啱啊。呢边系左轮右，好明显你系想，冇错，就左轮右。新歌，嗰个你唔想要。佢哋搵唔到个你字，一定系想讲左轮右你嘅。好，呢边系左轮右你啦，系。最后一题，究竟佢嘅边个啱啲咧？请揭晓啦！犀利！所以咧，第三题咧，胜出嘅就会系咧，我是歌手队，佢哋可以获得十秒嘅抢奖品时间。第二关，王者宝剑同埋我是歌手都分别答啱两题，各获得20秒夺奖时间啊！事不宜迟，马上开始我哋今日嘅第三关，歌歌有名堂。事不宜迟，抢答题，第一题，请睇题，抢答开始。系啦，王者宝剑，雾里看花，啱定唔啱咧？请揭晓。哇，系，好嘢，送啊！跟住落嚟第二题，请睇题，抢答开始。哇，呢个简单，坏咗。悬崖勒马系咪咧？悬崖勒马，啱定唔啱咧？请揭晓。绝对怀疑个掣坏咗，加油啊！系咁拍烂咗咧，我绝对话俾你听系冇可能噶。跟住我哋第三题，希望你哋可以抢答到啦。第三题，请睇题，抢答开始。啪，五个字，我是歌手队。咁简单，呢个咁简单。岁月的以后的咬嘢，咬嘢，咬嘢。以后的岁月。好，以后的岁月啱定唔啱咧？请揭晓。咁都撞到，跟住落嚟第四题，请睇题，抢答开始。啊！我是歌手队。哎呀！呢首就系著名嘅《东山少爷光阴的歌》。光阴的歌啱定唔啱咧？系咪啊？请揭晓。哎！答啱咗，加5秒抢奖品时间。哇！叮当码头啦，又追翻上少少咯。跟住落嚟第五题，请睇题，
抢答开始。哇，又系送嘅，又系送嘅，王者宝剑，诶，点啊？系啊，点啊？四张机，四张机，边个唱嘅？系宋佳琪，唔系啊，兄弟，东山嘅，啊，都系四张机，啱定唔啱咧？请揭晓，啱啊！好，跟住落嚟第六题啦，请睇题，四个字，抢答开始，王者宝剑，有啲梅心飞，纷飞，回督佢，破碎的心，破碎的心。啱定唔啱咧？請揭曉，係啦，係你嘅，係咪？你又得嘅，你又得嘅，係咪有啲冇揀錯人嘅感覺啊？當然啦，係啊，呢邊有冇啲所托非人嘅感覺？我哋揀錯，揀錯台啊！好啦，大家都係姓賴嘅，嗱呢邊又可以加五秒，搶緊乜時間？屬於王者寶劍，跟住嚟第七題，請睇題，搶答開始。王者寶劍點解啊？又搶到，簡單，簡單，山路十八彎，山路十八彎啱定？這裡的山路十八彎，這裡的水路九連環。好囂張喎！誒，加冕啦，加冕啦，俾你。好嘢，好嘢，抵你啱嘅，真係太啱啊！哎呀，好嘢，好嘢。跟住落嚟第八題，請睇題。好，我是歌手隊。哇！陽光點的歌。啱定唔啱咧？请睇题。一定啱。哇！好嘢，好嘢，好嘢！加翻五秒，仲有两题，请睇题。抢答开始。我是歌手队。自作多情。唔好自作多情啊！系咪啊？啱定唔啱咧？请揭晓。耶、yeah. ！OK， 最后一题，请睇题。抢答开始。王者宝剑。三个字。马仔马好低。咁简单，男高音，男高音，再回首，再回首，请揭晓。啊！第三关，王者宝剑答啱六题，获得三十秒夺奖时间，累计总秒数为六十秒。我是歌手答啱四题，获得二十秒夺奖时间，累计总秒数为四十五秒。事不宜迟，要揾天使准备好啦。下边系我哋嘅夺奖环节。又到了全新的一天，我們依然有很多的禮物在等著各位，他們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維維，在我身後就是任意搶，獎品任你搶。 Hello 大家好，我是瑤瑤，在我身後邊這個就是樂力搶，只要你夾夠五粒玻璃珠就拿到我身後邊的獎品，加油啊。 Hello 我是心心，在我身後的這個就叫做搏命搶，也就是大家搏命坐爆的氣球就可以拿走我身後除了冠軍獎品之外的任意一件獎品，所以对面的选手加油啦！嗱，请就位，出发！哇哇哇哇哇哇！哇咦？哇！啲珠珠好难夹噶喎！咦？得得地喎！手震，唔好震啊只手！加油！加油！加油！喂，你唔好掂喎，真系夹乜咁稳定夹宝？攞獎品，攞獎品！喂喂，收啦收啦，啲嘢走啦，走啦走啦，跳過，收啦收啦，跳跳。啊！咁你夾咗十秒，你覺得夾唔到，你就知道你跟住嗰五十秒都冇希望噶啦嘛！你應該快快脆脆攞啲嘢啊嘛！犀利啊！嗱，呢個思域國際咧送出嘅呢一個微膜啊，哇！咁就有勤後英菲尼迪咧提供嘅呢個紀念品嘅，仲有呢一個凌風公司送出嘅呢一個。非常之暖心的保温瓶噶，仲有好正的呢一个洗护套装啦 ，OK， 恭喜晒！轮到第二队啦，哇，第二队好犀利啊，因为咧佢哋有六十秒嘅抢奖品时间，强哥，六十秒，喂，夹啱咗啲咩先？夹啱咗一部单车，哇，想攞部单车，系啊系啊，喂，想攞部单车要坐爆个气球噶，啊，尽力啊，睇睇得唔得？咁你交支咪俾拍档先啊，好，好，多谢，嗱，睇你噶啦，强哥，哇，除咗件战衣先，哇，嚟，请就位，出发，好，加油，轻轻，好声啊，强哥，好声啊，要快啲，快啲，强哥，加油，加油。系快少少，频率快少少，频率再快，好大力啲，差唔多爆啦，差唔多爆啦，好差少少力，
大啲，大啲啲，好有聲氣，好好，系，嗯，喂，仲有啊，其他嗰啲啊，你唔好掛住，上邊啊，茶葉，喂，唔好咁貪心啊，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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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啊，真係，哇哇哇哇，喂喂喂喂喂，好啦好啦好啦，強哥你一定呃我。是啦邊有六十幾啫是啦單手攞住嚟仲喺度嚇我添啊嗱咁樣啊即係如佢所願啊心想事成廣州勤劳英菲尼迪送出嘅呢一部山地車正啊仲有兩個洗布套裝仲有仲有呢、這個就係、是、哇新興米粉啊六福年㗎正啊好嘢喂呢、啊、兩個盒乜嘢嚟嘅呢兩個要拆你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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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廣東道茶餐廳的餐券、哦、哇有排食啊強哥哇仲有綠油農業啊啊呢一個抵用券啊全部都係現金券嚟㗎哇好嘢哇哇河源市萬綠谷休閒度假旅遊區送出嘅呢一個門飛體驗券恭喜曬事不宜遲馬上開始我哋今日嘅最後一關就是卡拉永遠 OK 我們歡迎今天的 K 歌大使鍾明秋是媒或是彼此欠缺默契从前情浓越走却遇着防卫今天的你已是言话尽逝回我身边不顾当初的爱已渐逝滴着泪问什么因素错误计从前情浓越走却遇着防卫今天的你已像完全陌生就算始终不变一般的美丽情已逝你当初伤我心令我悲凄不得不放弃友情何时已消逝没法可重计情已逝你当初一带走便再不归虽今天再遇你浓情仍然似水逝从前莫再提你咧，明秋除咗同我哋唱歌仔之外咧，仲有一个任务嘅，因为你系今日嘅 K 歌大使。OK， 咁嗰边有前辈嘅，系前辈好，所以明秋今日拣咗啲咩歌同前辈们唱？拣咗一首张学友好经典嘅歌，边首？每天爱你都一首。哇！派边个出嚟最后一关？好啊好啊，咁啊，强哥做代表啦。第四关闯关开始。无求什么，无寻什么，踏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
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斜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哦哦，以后连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斜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浪斜。我哋为宝剑组合送上呢个通关卡，哇哇哇！恭喜晒，犀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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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哥同埋宝哥咧，佢哋收获今日嘅呢个通关卡，系有机会出现喺我哋最后嘅年终 K 歌盛典嘅，恭喜晒！系咁，当然啦，今日咧其实另外一队咧，我哋阿耀莹啊，同埋我哋嘅。我哋阿信仔咧都系有好出色嘅表现嘅，我哋仲要多谢我哋嘅明秋啦，同埋我哋三位嘅神仙朋友啦，我哋嘅咁多位我哋嘅移民天使啦，多谢晒大家，多谢大家，记得我哋嘅口号系 K 歌齐齐唱，奖品任你抢，下期再见，拜拜。